聊。好哦，不用传了哦，传很多了哦，感。其中，我们在侦查中发现有一个拥有上万订阅率的张姓直播主。那平时他经营的 YouTube 频道，其受赌博网站的代理商邀约，吸收他的粉丝加入这个网站。本局特别提醒民众，刑法第266条第二项规定，已经明令将网络赌博、线上博弈纳入赌博罪的处罚，那最高可以处50000元以下的罚金。